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养生，养生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，其中大多以食疗和运动为主。其实养生之道重在养心。黄帝内经说，心者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，故主明则下安，主不明则十二官微。意思是心为君主，其余器官就像臣子，心好身体就好，心不行人就完了。中医认为心是五脏经络之主，百病由心生，养心就能去百病。可见养生的关键在于养心，而养心莫过于念佛。念佛人时时刻刻都在享受着阿弥陀佛的爱，心以爱为食，而弥陀的慈悲大爱更是众生心灵最好的滋补品。每日念佛，法身慧命得到极好的滋养，当然是最好的养生。念佛人知道当生临命终时必定往生极乐，从而心生大满足大欢喜，无有恐惧，因此日常生活中自然能做到心平气和，和颜悦色地待人接物，神气清净，心理平衡，可以保养天真元气，使五脏安和，当然就能增进健康，延年益寿。在全民养生的时代，多多劝导他人念佛养生，岂不乐哉？
đã